温村生活电影院，我是 Jenny， 我是 Jessica 嘉莹。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己，非常简单，我们就是专业主持人，答对，就这样，没有别的了。我不是路上大妈，我不是，她也不是路上小孩，不是，是我妈妈。我们是母女一起来主持温村生活。其实呢，我们想策划这个节目也策划很久，然后其实已经在播出一段时间了。如果你还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的话，我们今天要跟你大家解释一下了。你喜欢惊喜吗？或者是你想体验各种不同的行业吗？其实我们每一集呢，我觉得都非常有趣，而且我们也是有非常专业的摄影团队啊，制作团队。我们一开始呢，其实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应该可以说是朋友跟工作伙伴。每一个人都想要把温哥华的最好的那一面跟就是每一个工作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才一起来做这个频道。嗯，那相信大家不管你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或者是你真的考虑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又或者是你就直觉说，我这辈子看来是没机会做那件事了，你也可以看我们节目了解一下真的做那件事是这样子的状态。如果你自己想要毛遂自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频道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的制作团队联络。那我们还是要讲一讲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把温哥华的美好介绍给大家，然后再加上我希望可以透过节目可以传达一些正能量，然后正确的知识。跟你又笑了，讲到这个，觉得我们我看起来很蠢吗？我没有知识吗？我觉得我们两个连常识都没有，不要说知识，所以我们才要传达正能量。我们平常就是在学习嘛，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其实看我的频道呢，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This is our channel, Day in Van. Whether you live in Vancouver or plan to move here, this is a great show to watch. You can learn about different jobs and professions. And remember to subscribe and leave comments. And we have English subtitles over here. You can no see. No excuse not to watch. 好，我们还有在其他的频道上面都找得到我们哦。这里，三个七。团队很忙，其实每个人都很忙，就我们俩最闲呢。我很忙，我走了。